小朋友们好，托马斯给小朋友们运来了奇趣大碗哦。哦，好重啊！小朋友们看看他是谁呀？嘿，他就是我们的睡衣小英雄，飞壁侠。听到他的名字就让我们联想到壁虎，他的装扮是一只壁虎。睡衣小英雄每天晚上都会穿着睡衣，到深夜的时候来到小朋友们的梦里，帮助小朋友们驱赶噩梦。看看一个好玩的，哦，我看到了月光女孩，这是一个摆件，把它放在我们的书桌上面都是很不错的。共有五款披肩摆件，一包非常美味的果汁软糖，味道好极了，有许多水果口味哦。看呀，我们的托马斯又给小朋友们运来了一个汪汪队一大锅的蛋，这是谁呀？是我们可爱的毛毛，对吧？毛毛是斑点狗狗，穿着红颜色的衣服。星座蛋，水瓶座，1月20日到2月18日的都是水瓶座。小朋友们知道自己的星座吗？看呀，有很多详细的介绍。思想超前、理性自重的星座，不错的星座蛋哦。小朋友们还可以了解一下自己的星座呢。哦，一块实用的橡皮学习用品，上面是灰灰汪汪队立大功的灰灰，灰灰是混血犬，灰灰的口号是别丢掉再利用。一包很好吃的巧克力跳跳糖，好吃又好玩，是一种会跳舞的糖果哦，只要把它放在嘴里就能发出声音了。卡片闪闪发光的哦，天天，天天是飞行员，美国可卡犬。这个呢，哇哦，更好玩的卡片，阿奇会变化呢。哇，感觉好神奇呀！这个男孩版健达奇趣蛋，这版是好吃的。这个是勺子，新奇小玩具，小朋友们快来玩一玩，千万不要错过喽！一张卡片，贴纸，哦，原来是这样玩的。卡片相当于纸本数，有1分、9分、18分，把它放在这儿。贴纸呢，贴在这个上面，把它套在手指上面，把这个这样放在地上。哇哦，打
到啦！卡片推倒了，不过呢，我们可以把卡片拆下来，就可以知道我们具体的分数了。好，我们打，哦，18分，最高分，嘿，好好玩呀！小朋友们喜欢玩具还是学习用品呢？我们今天就玩到这里啦，还有更多好玩的等着小朋友们来分享哦，拜拜。